仓颉鸟迹迹茫昧，字体变化如浮云。陈仓石鼓又以讹，大小二传生八分。秦有李斯汉蔡邕，中间作者既不闻。一山之碑也火焚，枣木传客肥诗真。苦献光和尚鼓励，书贵受印方通神。惜哉李蔡不复得，无声李朝下笔亲。尚书韩泽木，其曹蔡有邻。开元以来数八分，朝爷言有二子成三人。况朝小传逼秦相，快见长几森相向。八分一字值百金，蛟龙盘拿肉驱强。吴郡张颠夸草书，草书非古空雄壮，岂如无声不流荡。丞相中郎丈人行，巴东逢李朝，逾越求我歌。我今衰老才力薄，朝乎朝乎奈汝何。